这条花鲢的话，一共是路径哈，看到没有，都快有我半个人这么长了。这种比较大的胖头鱼，也就是花鲢鱼，吃鱼头的话是最舒服的，入又嫩，然后又多。第一步的话，还是要先把头给它切下来，这样俩着切，把鱼腩好的部分也切到头这一边，然后这些不好的单独卖，可以香阴一点。这个鱼尾晚上拿来做麻辣豆腐鱼，再来从背部这里开刀，一定要用个帕子按着，避免太滑了，到时候害怕伤到手。到切不动这里，就这样给它砍成两半。爪子鱼头，先不要走，把事情给我说清楚了再说。你到时候对我吼啥子？我好生的跟你说，你跟我吼啥子？你摆脸色给我看啥子？就你才有脸色的。把这里面的这些黑膜给它挂洗干净。你以为哪个想住啊？要不晓得你儿子读书家没得好吃的，我才不转过睡觉睡不来呀。那你睡啥？你吃啥子？出来都没心情吃的，这有啥子意思？你啥子意思？我得病了啊！一天到晚给老子戴脸色看。那你吃什么鱼？这个鱼嘴巴放拳头都可以放得进。处理干净过后，在入后的地方轻轻的上一点花刀，方便入味，还有一个是成熟，两边都是同样的方法。姜葱、料酒、胡椒、盐巴，抓匀抓匀的给它抹转，全身做个 SPA 哈，这样子才能够腌制入味，并且去除腥味。先扣到一边腌制10分钟。配菜的话，来切上一点葱王，大小均匀的这种坨块，再来一个甜椒，把它切成坨块。过来，我问你，你也是读了书的人，也是讲道理的人，是不是？嗯。你今天的评评理，看看你爸爸对还是妈妈对？我是。怎么回事？你爸爸一大早起来就给我摆这个脸在那里不高兴，东西搞得蹦嘎蹦的。有吗？怎么没有？我没看见，我不知道。怪不得你说你今天弄个鱼头给他吃，你就把他的书买了。当你看不惯我的时候，我就不想说，说什么什么都是错的，还不如不说。越说等一下越吵。我谁也不帮这个螃蟹吃锅。姜才切的这个是泡姜，切弟弟的老姜。这个是去年我们自制的剁椒酱，给它来上几勺。这里面的话含有蒜末的，就不用单独放蒜了。没有的朋友也可以到超市里面买那种瓶装的剁椒酱。给我道歉，给我道歉了，这个事情就算了，不给我道歉，你懂得起的。我不道歉，你回去就到嫂不下脚，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我说啥子都是错，我就不说啊，你还留到嫂？对不起，老板儿，亏了噻。真诚一点。对不起，老板儿。看在你有点真诚的份上，原谅你了。但是等下不要再给我摆脸了哈。锅里来一点鸡油或者是猪油，炒花过后，先下剁椒，还有泡姜，还有姜，用大火把香味和颜色拦出来。这个剁椒鱼头是我儿子昨晚上说他要吃的，因为今天就要下午就要去读书了，要不然我真的买了我都不想做了，我炒个素菜吃完睡觉去。大约3分钟后下葱王和甜椒火口，吃的辣的还可以搭配上一点小美辣口口。这个颜色红亮亮的，中带着一点绿，真的是看起来就爽。稍有煸炒，关火，加蒸鱼豉油、毛油、鸡精、糖、生抽酱油，再次的活转活转就可以了。上锅蒸之前再洗一下，把姜才腌制的这些腥味全洗掉。姜才炒好的料来舀上去，一定要散着下，让每一个地方都要有料，等会儿吃起来才有味。蒸锅里面水开后再上锅，锅盖扛起来蒸10分钟左右。来抱一个。道歉，先道歉。没有什么是一个拥抱不能解决的。好了，不生气了。你说好了就好了啊。麻烦把你的鼻毛剪一下，你的鼻毛在那抽气，抽起来都没得水。关了。你推了自己。就关了噻。不关了，大家看看他的真实面目。
拎起锅，水开过后煮一点面条。要煮这一种宣面条哈，主要是增加一个口感层次。这边鱼头蒸来差不多了，揭开盖子取出来，有一点烫哈，要小心一点。换一个大点的加湿。面条煮熟过后，夹到鱼嘴这个地方，有汤汁，吃起来更加的有滋有味。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这个样子剁椒鱼头就算做好了，不用淋油，也不用再次调味了，鱼肉超级的入味，并且细嫩鲜香，汤汁用来拌饭都超级的安逸。整道菜的味道的话就是剁椒味，属于微微的辣，喜欢吃的朋友可以收藏走，有时间的时候自己试着去告一哈，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撒够了。很吃拉面要蘸一下才有味道，吃鱼头啊，来吃吧。本来想做双椒味的，我想着你又不吃太辣了，就没有做那个米线椒的。来，你先吃一口。好不好吃吗？嗯。这个要面要赶紧拌一下，要不然会不会吃完面这个汤汁，吃完这个汤汁再来和面也好吃。你这样吃的就是好，他下面给你分析一个，还多会吃到两个半。拿来可能会点分析。嗯，面块块，嗯，好吃。就是拉面肯定好吃，这一包面你不要小看，光这个面就是好很贵的，好几块钱的。